讲安怎？我讲，甲你敢去住啊？伊问我看住袂，我讲啊袂。我问伊看住袂，后来伊安怎？你敢知啊？伊住了啊，爱去秘密基地住啦，不然到这个乡，讲爱去秘密基地住啦，拢互因伫遐咧做人情，伫遐咧住，百姓要安怎信用咱中央的？主席，咱请陈部长，阿哥请许部长，阿哥咱经济部的林次长。那林次长好。而且我感觉讲哦，古早人讲一句话，做甲老官，奉献甲老卵。所以讲，昨我听到你讲，暗时实在困未去，惊到困未去的时候，我的心情我有法度去体会。因为每一天无法度走摊的时阵，拢是伫电视面前，会知影九点、下晡两点，看咱的指挥中心报告今仔日咱的疫情是安怎。所以部长伫遮辛苦了，辛苦莫辛苦，代志当着，咱嘛爱去面对。伫遮足侪百姓敲电话也好。传染也好，伊上烦恼的就是讲，我当时敢会当注疫苗？部长，我相信在座伫遮侪个人，足侪拢还袂注着，包括我。我是会使自费去注的时，我16号的时，我取消，因为我感觉听起来一支声无啥物。严格你若一支声老哦，医护人员住的时阵，一定会一个家庭的安全。所以部长，直接本席要来你讲，第一点的，我感觉你的规划第一类的、第二类的时阵，望部长，那咱的台电的抢救小组，因为有时啊。火烧有时啊，临时状况要出去遐个人，真正足需要恁的关心甲帮助。第二点，咱的邮局，因为最近邮局送批也好，快递也好，对因造成足侪人甲人的接触，所以部长，伫这两项，因为侪一定讲袂了，也毋过目前这两项。真正足需要恁的关爱的眼神。再来，部长，伫台北讲好心肝的诊所这件代志，我相信大家听到拢非常的气愤。迄毋是叫做好心肝，迄是叫做歹心肝啦。因为讲实在，你做一个诊所的负责人。难道一只狗安尼做吗？过来，今仔日是安怎演变安尼？就是柯文哲唔听咱指挥中心的计划嘛？部长，本席要来你建议一下，因为我相信这个问题唔是存在伫台北市尔，足济咱遮的县市长。拢要做伊的人情，我相信这个名册内面拢有足济无实在。部长，你要相信无？也阁有地方会讲安怎？我讲，甲你敢去住啊？伊问我看住袂，我讲啊袂。我问伊看住袂，伊留我印安怎？你敢知啊？伊住了啊，爱去秘密基地住啊，不然到这个乡，讲爱去秘密基地住啦、啊，不然我感觉遮的问题非常的严重，拢互因伫遐咧做人情，伫遐咧住，我感觉这是要安怎，百姓要安怎信用咱中央的？大家无怪罪地方的县市长，怪罪伫咱指挥中心，所以我感觉足无奈。
真正有够无奈，因为安尼做诶时，有诶应该做诶，伊无做着。部长，真正这有毋是无诶、真正咱爱去查，今麦即个疫苗是有钱买袂着诶，所以歹心肝诶诊所，你讲哪款相关诶200万？一个诊所或者200万，无啥物啦。搁来顶下一支2000块，即马一支20000块，搁买袂着啦。部长，我感觉遮你爱详细去处理，咱爱搁去收月，看未来这都真诶。这有时啊，伊咧风声讲，私底下爱搁摕钱呢。这我一个无子，所以部长，我真正看恁指挥中心，逐天伫遐开记者会时，讲实在，我看到恁，我嘛足艰苦。我看到百姓敲着电话给我，我更加沉重。是安怎咱会变甲安尼？部长，本省所甲你讲的。真正你爱详细去查，无未来，无采美国送予咱的，日本送予咱的，去予遮个人去做人情去，无采恁的努力，无采咱总统甲外交官的努力啊！部长，辛苦了，辛苦还辛苦，该处理爱去查，爱去查。来，部长，请坐。过来，我来问徐部长、部长。喂，你好。劳工，你认为今年的劳工会比顶冬的劳工较辛苦无？有，有嘛吼？部长，我是安怎今仔会讲阿只气氛？因为我自出社会到今嘛，我唔捌看到家己市。会翻我的中山路喷水，是这么无人暗淡，暗时8点，大家都关了了。部长，在我之前来你问的，你讲你会改进，在2万4以下的3万块，你未来你会当改进，结果，您今嘛所提出来，要改进啥？你是安怎无爱规划讲？主要有报的人，共体时间，雨露均沾，会使每一个人拢20000块嘞，还是每一个人拢10000块嘞？有的人讲到足无奈，我若税金，订单我嘛还无着，我感觉个景气无遐歹。今年的景气很歹时，我又搁领无着，部长，想开会心酸无？在你内面所讲的、所写的，讲实在，我看袂着恁叮当做了无好，今年要安怎做？我相信坐伫遮的主管，应该拢认为。今年是比叮当一定坐搁较歹，比叮当搁较歹只条路。部长，你肯坐50万以下，你若想讲两个翁仔某若领薪水的时阵，伊要安怎去申请？你讲今年的经济有较歹？你的叮当100个人会使申请，你若改50个，部长要滚动式去检讨啊，唔是安尼咧讲的啦。部长，我感觉咱爱有同理心，真的要有同理心。好、哦，来，林市长，直接本席要来讲一下讲。公司行号，恁规定一个要减到50%，敢会使申请？
我相信啦，今年减去做50%，有我都申请恁中央的。我相信这间公司倒呀啦，倒呀啦。委员，我们不是今年，我们是五六七三个月。我知影你的规定，我知影，我就是讲，恁为什么要讨论讲，是不是40%会使补助偌济？30%会使补助偌济？因为咱的经济真正最近无好，你等50%的时阵，已经无法度生存啊啦。所以这件代志要伊去了解一下。主席，给我30秒就好。过来，我要来咱的教育部部长，唔免开，直接就好，30秒尔。我要来你讲。咱拢有补助公家机关，咱的私立的学校无补助，咱叫人爱退钱退啥？恁的想法认为私立的有钱通开，严格你爱想到即马少子化，私立的嘛将近要倒啊！咱爱有一个平台，互伊看要安怎来囡仔处理好，会当好。我继续经营，医生。好，谢谢王美惠委员。接着我们休息5分钟。